我的呢？为什么要玩内裤？布丁，给我，给我内裤，给我！你为什么要玩内裤？不可以玩内裤！内裤大道，四角裤大道。现在警方跟四角裤大道进行搏斗。现在嫌犯疑似因为被抓到，有点过度兴奋，一直甩，一直扯。你束手就擒吧，我抓得很死。哦，你想把我的手扭断？你为什么喜欢内裤？呵呵呵，我抓住了更多的地方。哎，你好可怕！你在抖，你会不会往我手上咬下去？嫌犯，你要不要脱？不是脱下，放开内裤啊！放开内裤，叫你放开内裤。内裤大盗，算了，你咬过也没有人要穿。把它给你穿，给你穿，通通给你穿。你不拿走，你又过来堵过来。